monsters. I see your pain. Tell me your problems. I'll chase them away. I'll be your lighthouse. I'll make it okay. 玉清网球场的钥匙 怎么会在小林那儿？ 还好没有丢，谢谢啊。哦，我们一块吃饭吧。 好啊，等我把球场的钥匙还了，马上就来。啊，球场的钥匙怎么在你那儿？卓志学长给我的。卓志学长？哟，你挺介意的嘛？不是不是，我是来的路上刚好碰到了学长，他昨天借了钥匙忘了还，让我顺道帮他还一下，不是特意来找我的。 那我先去还钥匙了。不管对方是什么球路球风，咋过来的，始终是一颗网球而已。哇，陆夏加油！陆夏，多谢你。 最后帮玉清赢得了比赛，不对，不应该说谢谢，应该说恭喜你赢得了比赛。我相信我们大家会一直走下去的，一定会越走越远。是流星。 学长，我想问你一件事。什么事儿啊？关于谁的？这个人你也认识？我也认识啊。是不是情感问题啊？不知道他会不会出国留学？可以啊你，找了个出国留学的。如果他出国的话，你能接受吗？你喜欢的女生啊？原来陆夏。 已经有喜欢的人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来帮我姑姑拿快递，好像就是这个。你把钥匙留下吧，我来锁门。我等你。 你帮我拿下外套吧。这个吗？你披上吧。喜欢的女生？我想问你个问题，我看到你和乔晨学长了。 你们好像提到了一个女生，怎么了？那个，你和她怎么样了？现在离开的话，迟早有一天还是会回到球队。啊？球队？你在说谁啊？队长啊。 钥匙和衣服我给你放沙发上了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哎，你这。